哟，哎呀，真糟糕！我的外卖送到了，现在要去拿外卖。Oh no！要去拿外卖。因为我在剧场，所以今天只能吃外卖。不是故意不吃食堂，哎，我黑眼圈太重。哥哥，我的外卖在哪？哦，刚刚到的是吧？谢谢。你看我的黑眼圈，我天，啊，我都不好意思了，黑眼圈。Oh my gosh, oh my gosh。昨天有睡觉吗？昨天有睡觉。怎么只涂口红了？因为要直播，所以才涂口红的。微博一周了还没发，行哇塞！我今天一定发，我今天不发是小狗。昨天说猪的哦，一定发，一定发。学生点的外卖卖，啊！没有了，主要是几个人一起去来这边材料，我想一想一起吃，但是他们都上去看人家抢材了，所以我决定先自己吃。我很喜欢吃这种烧烤店的，谢谢。那吐司，那这个衣服会不会显得我很 strong？会显得我很 strong 对吧？嗨，姐姐，谢谢。你要等到那个彩排结束，然后。我们再彩排。我屁呀！他们是不是刚开始？他们刚开始，他们第一首歌下来都没来得及换鞋。谢谢，我就说我们来的太早了。就是啊，希望今天不要有台风。今天有台风，是不是我们就会回不去啊？哦，你在做梦啊！谢谢。你走啦？拜拜。今天应该会待到很晚。谢谢大家，谢谢。
南的一个特色美食，叫做小瓜。哦，谢谢，但是好难吃。又是你，太早了，太早了，什么意思啊？我再待个5分钟，然后才能下班。为啥呀？因为现在是20，再过5分钟就是30。反正没事干了，就可以下班了呀。人是活的，规矩是死的，对吧？姐姐吧，吃一吃这个。包浆豆腐，给你蘸酱。你吃辣吧，你吃辣吧，吃辣是吗？这是云南的包浆豆腐，还不错吧？好香啊，这个豆腐。嗯，这豆腐很好吃。你们也吃，来，粉丝先吃。手怎么了？什么手怎么了？对啊，我要驻颜，不知道吧？还行，不是很辣。不辣对吧？还可以接受。谢谢。嗯嗯，这样花花。晚下班五分钟真好，还能吃个豆腐吧。对啊，我要住院，不知道吧？谁的住院？不告诉你们，你们猜啊？谢谢。我怎么到处住院？因为大家都看得起我。那不然呢？难道我还是要参加 H 队首演啊？我好粗壮呀，我有点。脑花，我要去补一点口红，因为我觉得，当你没化妆的时候，你一定要有口红，不然就真的很丑。所以，我要去偷袁一琪的口红。不要告他啊！姐姐，你还有1分钟就下班了。耶！我可以哼着歌出去了。其实你早出去也没关系，我又不会告发你。不是啊，他们打卡有那个机器，他们看机器看一下，我没到时间就走了，我走了。拜拜。不要帽子了，好吧？我真的走了，拜拜。我不回去吗？我刚来，我回去干嘛？我刚来。
像手机没电了，我就借个充电宝。洗澡吗？嘿嘿，布丁今天还是没有洗澡。洗澡找不到老婆呀，没关系，不是我找老婆，因为今天在工作呀，今天在工作没办法。他找老婆再重要也是妈妈工作更重要，对吧？不要了，孙子，孙子就不要了。等我有钱了，我再买个孙子吧。儿子买的，孙子也是买的。天哪！认没吃食堂是因为我在职场。
我这样吧，在中心找不到，我直接发告示。我在社会找，满社会寻找一个猫媳妇，可以吧？也不是不行，对吧？毕竟我们不仔是男的，不仔是男猫，你不要付出什么。人家女孩子的家长肯定就不喜欢人家女孩子又生宝宝啊什么的，就身体有害，对不对？所以还是让布丁柏拉图吧，让他有个柏拉图。再有一个传宗接代的对象，怎么样？齐全，怎么样？这样，这不是渣啊，主要妈妈想抱孙孙。我这几天，这两天还是正常吃饭了，但是我的体重还是很低，所以我觉得我可以适当的吃。我怎么吃食堂呀？今天剧场没有公演，崽子们啊，掉了。我来玩儿。这是猪颈肉，对啊，我要上 H 队，我要上 H 队新公演首演，他们现在热排练，你不要吧？真的，因为我们两场。新公演的故事线是合在一起的，以后每一周我都要来他们这上一下公演。
真的为什么不这么搞啊，这么搞一下两个队连接一起，我没有几号位几号位，我是那个就是游离在这个故事里但是又游离在这个公演外的这样子的一个存在。哥我在直播哦，还有这空调可不可以小一点点，好冷。空调小一点。嗯，谢谢。就是热一点的意思啊。好的，我知道。不是更冷吗？嗯。你确定在直播？嗯，我在直播。你都素颜直播的？啊？都素颜直播的？很丑吗？没有，就是我不知道我在直播吗？我突然没了自信。没有，在我概念里面，偶像不会素颜直播。啊，因为你蛮真实的。啊，谢谢谢谢。啊，声太大了是吧？啊，现走了。嗯。我感觉我说错话了。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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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拜拜。很丑吗？给你们看我的。肌肉。对。嗯。哇，谢谢，谢谢。这边没有。这边。我这边胳膊比我这边胳膊要粗一半。你才有双下巴，嗯，没有，不是穿下来，我们播到十点，然后我就去发微博，发完微博我们继续播，怎么样？不想当小狗。播完再发微博，我怕我忘了，这样人脑子不太好。我这样很葛格是什么意思啊？我还是先吃啊，对啊，舞台没空下来，我也不能去排练。那粉丝再吃啊，哎呀，粉丝吃不了啊，吃不到，吃不到，来我帮你们吃。嗯嗯，好好吃哦，太好吃了。那不是还点钱吗？你没有钱的。
我吃啥都看起来很香的，这是我天赋。很好去做那种美食节目。哎呦喂，妈妈呀！放纵的日子。最近为了找寻快乐，想要喝汽水。我想让搞一个空气炸锅，这样就会自己梦见这种东西。才几百块啊，空气炸锅，但是。空气炸锅有油烟吗？咖啡机，我要用几次？再点我，知道，不买了。你再点我。我回去就用我的咖啡机，他晚上不能喝咖啡，明天用。没有练习游戏，因为今天在工作，一起来。不画眼线好看多了，什么意思啊？说的眼线不好看，这个意思。说你平时看到我都很不好看，这个意思。说我平时样子很丑，这个意思。是不是？是不是这个意思？是不是嘛？你们现在，你们要想这个问题啊，我段奕璇不化妆的样子屈指可数，天天在你们面前都是化妆的样子，你们以为都是在夸我哦？没关系，彩衣捧一，不捧一彩衣，拿着没化妆的样子去踩我化妆的样子，但是你要想想，每天陪着你的是我化妆的样子。有眼线好看多了，说我现在丑呗，说现在出现在你面前的样子很丑呗，这个意思呗。是段奕璇就好看，意思就是我平时不管怎么精心打扮都没有用，因为打不打扮都好看，
是断绝就好看，我邋里邋遢也好看，所以我根本就没有必要精心打扮呗，这个意思咯。是不是这个意思？没有完美回答。你跟我相处，你要有什么完美回答呀？我们相处，是相处，没有那种有什么公式回答、完美回答这种所谓的公式来去对待彼此，我们是以心换心，用心相处，我们是心理上的交流，而不是那种啊我要怎么回答才好一点，不需要。卷妆后不同的好看，怎么个不同法？来说一说。那空气炸锅可以买，宝贝。怎么了？我们不是说化妆吗？怎么又扯到空气炸锅可以买了？刚刚不是不让买吗？现在怎么又可以突然可以买空气炸锅了？谢谢。不化妆是天然美，不化妆是天然美，意思就是化了妆是塑料脸了吗？嗯，怎么这样？先喝哟。谢谢。我真的不爱吵架的呀，我很讨厌吵架的。素颜清纯了很多，谢谢。就是我不素颜的时候就不清纯嘛。是不是？哇！谢谢。
感谢感谢感谢大家。挺好的。我明明说10点钟去编辑微博，现在跟我说让我快点去发微博，就是不想见面呗，是不是？就是想快点，哇，这个人女人太作了，我想快点快点。不是说去发微博吗？怎么还不去？什么？怎么还在这吵我呀？好烦！我去打游戏了，这个女人真的是，是吧？哎，谢谢谢谢谢谢。口红没了，我再去偷他的口红。你们的愤怒都传递到了这个手机上，手机在替你们传达你们的愤怒。不会，我擦了，擦了嘴巴再涂的口红。气死个人了。还有2分钟。还有2分钟我就要把倩倩给我拍的绝世美图发出去了，谢谢。我是想要把微博快点发了，因为公演都结束一周了，还是要赶紧把微博发了。发微博不是给你们看的呀？我没看奥运会，难道我发微博不是给你们看的吗？怎么这么没良心呀？白眼狼啊，整个！我发微博不止给你们看，我发微博还有一个功能，你知道吧？我不发微博怎么能够吸粉固粉啊？怎么能够让那么多人加入你们的阵营？我不吸粉固粉，怎么加入你？不让人加入你们的阵营，怎么能够？我这都是为了谁啊？我是为了谁啊？我这不是为了让你们人多一点，这样你们可以稍微轻松一点吗？就开始催我快去，就是闲唠叨的呗。谢谢，
就是嫌我唠叨，你现在就是嫌我唠叨，就不想听我唠叨，就是快点走吧，快点走吧，这样子是吧？谢谢谢谢，就是，谢谢师傅知道了，在骂我唐僧，是不是？就是。谢谢，在骂我这个人就是很啰嗦，是这个意思吗？改个 ID 来骂我特地。谢谢，是不是？啊，谢谢。我现在就去啊，我现在就去发，我现在就慢慢的发微博了。我说我十点去发微博，没有说十点把这个微博发出来，你们不要在这混淆视听，谣言就是这样被传出去，知不知道？